好，小朋友，请问你把课本翻到85、86页了吗？And take out your pencil，铅笔也请准备。好，这是我们的 final review，final review 就是总复习，把我们 unit one、unit two、unit three、unit four 的单字呢，哈，全部啊，请你要复习一次。然后你看这里有个大图，好，就是这些单字呢，哈，把它对应到每一个，哇，每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空白框框，请你填上去，对应过去。好，那你会发现呢，你看这个粉红色的这一组的单字就是 Unit One 的动物类的。好，那这个黄色这边的是，那个我们家里的那些家人的称呼 Unit Three 的。好，那绿色的这个就是我们 Unit Four 的那个职业，好，然后这个蓝色的就是 Unit Two 形容人的外表的形容词。好，那现在请小朋友把老师的这个影片按暂停。那你写完之后再把影片呢，好，按播放啊！你不要都没有自己先想过写过就看老师的答案哦。好，请你开始写。好，小朋友，你都完成了吗？好，让我们来对答案。好，我们从 one 开始。one，哦，他已经给你答案了，他这边写 O。O 就是这个 tall，好，所以 one 就是这个字 tall，O 对不对？好，在这里，alright，好，那呢？你看呢、啊？老师说有，他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啊，好像就是比较，对不对？好，两个在一起比较，这个是 tall，那这个嘞，就是它的相反啊，short。所以你这个格子要写 n 啊，n 字母哦，小写字母 short，tall short，all right。好，number three 呢？诶，这个很明显啦，就是职业啦。Number three，a nurse，a nurse。Number three，好，number four。好，a nurse 的代号是什么？在这里呀，M，好，小写 M。好，那 number four 呢是 a doctor，a doctor 的代号是 K。好，那再来 number five 这个，哎，那你要注意哦。那 number five 跟 number six 是不是就是对照？你看两个人又穿一样的服装。好，都在搬这个货，对照。好，Number five 比较怎么样？瘦的 thin，thin 好 p，好 p 这个是 thin，写 p 字母 p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 strong，strong 字母 q，字母 q strong q。Alright, okay, number seven. 好，number seven 跟 number eight，你看这两个人，哎，还有个 baby 耶，哦，所以是家人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 number seven，F，father，F，father，okay。好，那 number eight 是 mother 是 G 字母 G，OK，、okay? 有没有跟上啊？有没有跟上？小朋友有没有跟上？对答案，哪里错的话呢？怎么办？赶快改呀、啊！好，再来 number eight，再来 number nine，哦，here。Number nine，啊，这一是很明显的职业，对不对？好，Number nine，a cook，cook，好，cook 是在这边，好，J 字母 J 写 J 哦，OK，好，那这个也很明显啦，a farmer，好，字母 L，L，好，Number thirteen，哎，老师跳太快了，对不起，
应该是 number 10了嘛，没关系，我先讲 number 13，十三哦。A farmer 是 L， 小写 L。Alright， 好，那我们先回到 number 10。哎，哦，你看啊，哦，这个白头发，这个阿公阿嬷，对不对？好 ，number ten is grandmother。Grandmother is I， 字母 I。OK， 好 ，number eleven。我们先讲 number 12好了，阿公对不对 ？grandfather， 好 grandfather， 所以第十二题你要写 h 小写的 h 字母 h，all right， 好，那我们再看 number 11第十一个哦，哎呦，他指这个小小字的嘞，哦，所以是动物啦，动物呢那只在水里面的 a fish。OK， fish， 好，字母 D， 好，第十一题是 D 哦，字母 D， a fish， all right， 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再往这边看 ，number 14， 十四是一只鸟在树上 ，a bird，a bird 是字母 A， 好，小写 A， 字母 A， right。And 15, 第十五个是什么 ？A cat. 好，代号是 B， 字母 B。好，快结束咯，再来第十六个 ，A rabbit. 好 ，A rabbit， 字母 E， 你这里要写 E， 字母 E。好，最后一个 ，A dog. 好，第十七个 ，A dog。好，字母写 C， 好，这里写 C， 代号 C， 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我讲太快，那小朋友你可以把我的影片再看一次，或者是我的影片按暂停 ，All right， 希望你们都全对哈。如果忘记这些单字哈，请你呢哈记得往前去复习。